每日之战的每周挑战困难猫纽约的第二关井底之蛙只打雷不下雨今日执到很多主副武器小口袋弹药减半另外铁皮啊打出去的子弹会飘移有这个医疗兵又有这个的无人机我想我用这个修理师了变成它可以即是多啲子弹用咁但係我会俾人扑嘅机会率大啲。变咗我为人人。人人就未必为我啦。枪运动卡宾正之突击啦、啊。Okay.喂，去紧第二度啦。佢话：喂，你条友快啲啊！子弹。Nice work. 加爆咗先。哇！要出火啊，咁犀利嘅。聲老鼠嘥咗好多，真係好多彈藥，低能。小朋友
choice， 输个都孤单，有个小朋友孤单，我自己唔孤单。几自私。哎呀，一路中路，喂，搞错啊！你入嚟啦！走好搞掂。子弹，哦，多谢，亲自多谢
到你啊！哦，呢度 OK。No problem. OK, good. 哇，都好甩漏，但系其他小朋友劲啲，咁啊可以帮到。哦，杀手雀药鸡，特殊雀药鸡，帮手雀药鸡，刀客雀药鸡。爆破几乎着计生存主义嘛，第一，anyway 赢咗要嘅，哎话知佢，耶，good game，good game。